这是大家最佳的选择。打开我们中视的频道，就收看我们的全能综艺统。哎，我们节目不断推陈出新呐。是是是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好朋友从远方来啦。哦，你先欢迎好朋友好了。是是是，好吧。你的好朋友是？哎。艺人是殿后了，哦，是是，先介绍我们的女学生呐，啊，好久没有一整班来这边参加毕业旅行，我们最佳的观众群是吧？哎，我们来自彰化县的大业大学，好的观众群之后呢，介绍我们好朋友啊，啊，这是从我们右手边小狼狗洪吉德，大家好，下一位是我们的小乖卢艺荣，小乖，好，早春来早秋早夏，好不好？夏，那么欢迎。什么名字去了？嘘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哎，他忘记了。哎，怎么突然间忘记他名字啊？哇，被催眠了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哎，丁宁小姐。这是我上过这个节目最离谱的一次。我怎么突然忘记？我跟你讲，常常会讲，不要讲他，我们也会。真的，有时候就明明在旁边，然后知道待会介绍他，而且都名字都知道。突然到旁边，哎，一片空白。小亮哥，这个说的对了，我真的一下忘记了。可是我跟陈陈还算常碰面的耶。对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他生病了，你不能怪他。你看他眼神都涣散，你看他这边有没有？哎呦，有没有？我有刚打针，所以听到针在里面的声音。你怎么？你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觉得我不应该自己吸食。吓得太离谱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这边。忘掉吧，谢金燕小姐。啊！我怕你们叫我谢丽金啊！哎呦，大爷大学，你刚才讲谢金燕，哎呀！我怕你们叫我谢丽金啊！怎么可能？开玩笑，我们多熟了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想叫你文英的。不能跟他聊太多，我们大家都这么熟悉的。最后一位，好不用介绍，不用介绍了，可以了。这位直接跳过，好吧？哪个礼拜没看过他？叫他名字好了，哎，妥中康啊，欢迎一下啊！哎，今天呢，我们终极密码啊，算是兵多将广啊，246。哎，同时今天竟然大业大学来了这边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他们来到棚里面为的就这个单元。我觉得那有个女的长得蛮漂亮的，对，怎么这边都很漂亮啊？这个女的好漂亮，这个女的好漂亮，她好漂亮，很有个性美哎，对耶，好美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这时候要再没有礼貌，你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他是公的嘛？瞎讲什么？可是他还是蛮美的，那个个性美。好吧，可不可以接受我们的邀请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第一个 round 就给你。第一个 round 就来吗？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一分钟的任务，来，请看。请看。执行任务一，丢赛衣架。执行者需在指定时间一分钟之内，至少丢5个赛衣架到赛衣杆上，便可过关，否则便需接受处罚。战国正开始，顺时钟。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请开始。你以为我们是贪生怕死的人吗？90，1到90。不要怕，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1到90，看着你爸爸妈妈，叫出来，叫出来。爸，阿红，我操，15，15，15到90，是哟。哎呦，是哟。号码下得很奸诈哦。80，15到80，好漂亮哦。70，15到70，好残忍。57，15到57，你们这样距离太远，你会绕回来，我告诉你。38，15到38，嘿嘿，38是砍一半嘞，那你就小乖砍一半的啦，下一半好了。再一半好了，好不好？26，26到38，26到38有12，哎，有机会哦。33，26到33，26到33，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，六个号码，1、2、3，你死定了！你麦刚同学吓掉不？26到33，28。26到28。哇！我们成功了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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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吓死人了！哎！哇！哎，这同学好。
好随和。这过程你太坏了，你是不是不是叫三十一就叫二十八，对不对 ？Oh my god, oh my god, 他一定要假死一个。I can't believe it。各单位水枪预备，来哦，一分钟完成五件任务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哎，北派哦，来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一件，稳住，稳住。慢慢来，不要急啊！时间还有四十秒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哈，别慌，同学。时间还有两件，时间还有35秒，还有，还真的有那么两下。改吧，这里衣服改。哎呦，哎，你不能越走越前面的，哎，退后一格的。时间剩下25秒，25秒，25秒，下。时间剩下最后的15秒，加油！来，现场同学一起倒数，10。班同学加油！是你同学，你边笑边喷他，对不对啊？好，你再给我们的潘家煌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。吴一杰哥来呢，好下联呢，好北派呢，下联呢。我这是个假说，好惨哦。郑国成，你要求哦。你好坏哦，你好坏哦。嗯，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下一题的一分钟任务。来，请看。执行任务二，吹乒乓球。执行者需以嘴吹乒乓球的方式，在指定时间1分钟内吹10颗球进网子便可过关，否则便需接受最严厉的惩罚。你开始，逆时钟，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请开始。70，一到70，不会容易。来，35，35到70。这号码是40几号。各位观众，55，55到70。哇，还有十五个，小匡把它断了吧。65，55到65，漂亮。55，61，61到65。啊有，怎么整？6263、64，那我就叫63啊。6263、64。加死他！你们这是怎么喊的？为什么变这样子啊？我怎么喊？我喊你怎么怪人家呢？对呀，你这个人，我6364。刚刚潘同学有怪你吗？对呀，跋扈，这个鱼肉乡民的家伙，军阀。我们泡个茶聊一下。不是，你现在要我决定怎么样？你告诉我好了。我今天你现在是病号，我听你的。6263、64，好不好？丁你没有来过吗？对呀，所以你如果叫6463的话，他就62啊。所以你就讲一个，我讲一个，他中嘛。对，所以你告诉我要62还64啊？因为要礼貌好不好？人家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总是要有感觉，让你印象深刻啊，总是要好好的享受一番。享受一番，你讲62、64这边。64，漂亮，64，怎么样？够意思吧？漂亮，就是你们两个了。61到64是？61到66、63啊？因为你是第一次来节目当中，你说我要让你中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自己扛下来的。哎，那么好的位置你坐了。我说我一定扛下让他中的责任啊！你怎么就推？哦，推的好用力。63，61到63。快无语了。我觉得你们真的很不够朋友，人家第一次来就这样。哎，你一定会吹进，你怕什么？站了，来，加油、哦！准备来哦！我整个人走了个神经病，一分钟哦，站了、哦，计时开始。Oh my god！ 哎，同学你报喜啊，同学。哦。哎呦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！你阿连把球还卡碎你哦，漂亮！啊，丁宁加油！进了一球，来，同学给丁宁加油啦！漂亮哦，哎，很容易哦，很容易哦，其实加油！哎呀，加油！哎呀，进了两球，时间还有
快一点，速度快一点，锤子速度。哦，三球，三球，快快快快，对对对，四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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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20秒，四球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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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球，快，六球，六球，六球。来，现场同学，我们一起来倒数，十、七球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八球、八球、三、二、九球、九球、一。请就位，千钧一发之际非常可惜，要回来呀、啊！请到我们受刑台就位，乖，回来乖。他在超过2秒钟的时候完成任务，真的，大家都看到，眼睛没瞎都看到了。有静静眼睛，来，宝贝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宝贝。这样我们听不到你讲什么，真的，真的，时间到。第十球，哦，吹到头。不会这样子，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他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们再给你吹一球，好不好？这一球定生死。不要说我们骗你，漂亮！你刚才已经 overtime， you know， 就一球定生死了，加油加油！丁丁加油，丁丁加油！看到没有？哇！哇！零个彻底，帅，漂亮，哦，是是是，哎，很少女孩子能够在让别人喷的时候那么漂亮，真的，好美的。被喷的时候会漂亮的人不多啊。丁大胆，好不好？没有话讲，眉毛又掉了，看到没有？谁叫你要用手摸你的脸？真的很健美，你知道吗？眉毛又掉。好，表现得很好，给第一次在节目的丁玲鼓励一下。好啊，更好。继续，我们来看看我们下一分钟任务，来，请看。执行任务三，人中夹笔。执行者需以人中夹铅笔的方式，在指定时间1分钟内夹12支笔进盆子中便可过关，否则便需接受处罚。丁玲开始，逆时钟，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开始逆时钟，现在请开始。70，70到99，70到99，喊边一点，喊边一点，70到99哦。80，80到99，这个叫编吗？80到99，各位观众，89，我爱我的爸爸。80到88，嘿嘿，80到88，嘿嘿，88，一半一半一半，81，你锤子，你输了，一半嘛，干你什么事啊？你真的猪啊！你怎么这么跋扈啊？对呀，巨法，啊，你是没有呗？82到87啦。随便你叫了，85，81到85，哦，82、83、84，又是你们三个，哎，你们三个好好哦，你们照这喊，一定就这个画面，不是，你们三个这样喊呢，你们三个应该抱在一起，然后一起喊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们都是好朋友，我觉得这次对不起你，哦，好干哦，81到85，对不对？对。82、83、84，奶哥不要再心软了，奶哥不要再心软了，不要再心软了啦！我告诉你，一定是82。那你就喊82。好，我要喊84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再放你一马。那我怎么办，奶哥？你也不一定会中啊，也不见得他就叫中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那么倒霉了。那难说，看今天。奶哥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不要怕，把眼镜戴起来呀、啊。我不要太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徐乃麟到底会不会放过曾国城？他选择到底是82还是84呢？广告后马上让你知道。天堂。400，你哭什么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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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你乖，来跟你调节他。地狱。哦哦，来来，慢一点。哇哇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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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让你吃香的看辣的。超爆笑，连狗都会笑到掉眼泪的游戏。快点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快，加够了。好重啊！走！不行！裤子掉，裤子掉！没关系！没有！他骗你的，没有！快到了！加油！快！加油！放弃！快到了！超惊险！令人心跳100的惩罚。哇！掌声鼓励一下！哇！全能七头狼黄立送了。奶哥，不要再心软了，奶哥，不要再心软了，不要再心软了啦！我告诉你，一定是82。那你就喊82。好，我要喊84，好不好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再放你一马。那我怎么办，奶哥？你也不一定会中啊，也不一定他就叫中了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那么倒霉了。那难说，看今天。奶哥就聪明反被聪明，你不要怕，把眼镜戴起来呀、啊。我不要太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82。82到85，83、84，我又放你一马哦。你们两个现在是好朋友。糟糕，这两个人又没有人中，怎么办呢？那第一名有啦。就你吧，好不好？三哥好挣扎。哎，那这样你让他选嘛。等，讲清楚，讲好。什么？注意了。什么？注意了。各位观众，84。逃得了一次，逃不了一次啊！人家说，厉害吧？人家说，好人只能做一次，不能做两次。王梦辰。够意思了哈！刚刚你很不屑，哎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你们要可怜晨晨，他是病人啊。我很可怜他，我放他两次马了。我们不用读。我刚刚讲83的话，又夹死他。你买 gay 来的？奶哥这个人最恨人家在后台呛虾的。是。一分钟，计时开始。Go！ 哎，手干什么？手不能用手。郑国成不能用手，不能用手。哎。他这样就求了啦！哎，这样，40秒 ，Takila， 哈，一把，哈，30秒，破，破，哎呦，曾国成不错啊，掉地上，好，不能用手，犯规一次，再拿一次回去，20秒。不能用手，地上还有一只啊，晨晨，不能用手，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没进，时间到了，没进。手机。跳出来呀！不是跳，他还有劲，你告诉我劲在哪里？什么的？啊？地上都趴下去了还是怎样？我看到你趴了，为什么没有劲？同学有没有劲？好了，今天看他生病了，好不好？要么不是，赵丽娘是没劲，真的没劲了，好吧？好，哎，我们下一题。执行任务4，协力旅罐。执行者需在指定时间1分钟内，需协力起2个旅罐便可过关，否则便需接受处罚。从始终开始，好，逆时钟啊，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
请开始。五三，一到五十三。看我，一到五十三。那我切一半。随便你。那就一到二十五。对，二十五就好。喂，二十五就好。二十五就好了。OK OK， 二十五。二十五，一到二十五。他会讲一到二十五，很厉害哦。嗯，二十五的话，七八十八，一到十八。嘿嘿，张国强，完。阿翔啊，你卖个困啊，你起来了，阿翔。十二。十八到十八，十二到十八，哦，好无聊，都不会中，真的是。他们让这三个玩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八十个。十二到十八。唱歌，我们好惨。十七。十二到十七。睡。睡。十三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哇哈哈，哇。十六。十二到十六，漂亮吗？嘿嘿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三个，还是四了。哎，池中康，你也有今天哦。哈哈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有信心。十四，十二到十四，十二到十四。一分钟把两瓶喝到适当的位置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而且站立哦。小康加油，小康！各位，计时开始，计时开始。时间还有四十五秒，加气啦！嘿，哎呦哎呦！小康加油！哎呦！还有三十五秒，哎呦，时间充裕哎，哎呦，哎，三十秒，他呛的，不能吐的，不能吐哦，不能吐，还在嘴巴，不够他吐出来，二十秒，掌声鼓励哦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哇塞，偶像。你太少，你把水枪放上去，他还没有倒哎，这还是题目吗？你把水枪放上去，是的，这个量真的是抓得很好，量真的抓得很好。一个偶像不是随便可以做的，好不好？谢谢，不要有这个军阀，这个跋扈的军阀，怎么会过关呢？想不到吧？小哥你好强哦，好厉害，彤彤康。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。执行任务五，吹乒乓球。执行者需在一分钟内将一颗乒乓球由甲杯吹至乙杯内便可过关，否则便需接受处罚。小乖开始，小乖开始逆时钟，逆时钟。好来，好哦，来哦，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请开始。五十二。很好，五十二到九九，大好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样子转到最后会转到我们，要小心，你知道吗？还八十八，五十二到八十八，嘿嘿，不会喊了吧？呆子，你在开心什么？我都不懂。你快喊呐、啊、你。七十。七十到八十八。你是傀儡啊，他讲什么你就喊什么。现在还在学嘛，还在学习嘛。曾国成直接叫中哦，各位，不可能啊！这好像鸡同哦。七十到八十八，中。七八，七十到七十八，还在在骂人呢。七二、七三、七十到七十八、七六、七七，怎么可能到那么后面？二四砍断，小康七个号码而已哦。小康你七十一，七十一到七十八，死了，死了，这样就对了，没错。七二、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，好不好？大家都有份。记啊，你卖够神啊，记啊，记啊，你卖够神啊，好不好？你一次喊七十二，七十二到七十八，七十二到七十八，谁在叫、啊？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，七三、七四、七五、七六，不要再靠边的啦，没有你的啦，七十六，七十二到七十六，
七七三七四七五七六。在站台真的没有我。七三七四七五七六。童康，你为什么让我站在这里呢？因为一切都是你。七十五。七十五。七十二到七十五。一个人承担一切就对了，他中过了嘛。七十三跟七十四，对不对？你就是对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七十四。各位观众。那就是七十四，七十二到七十四。好讨厌啊！哪个什么？他中，他中七十二，好讨厌，七十二到七。七十二到七十四，七十三你被夹死啊！喊都不用喊呐，还叫那么大声，自己动都不知道。夹死你，夹死你，夹死你！为什么老吹的都是给你啊？乒乓球跟你很有缘哦。OK， 六十秒，一分钟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哎，你会摆的稍微，你会摆的稍微近了一点，会不会？哎呦哎呦！弟弟加油！那如果用，我觉得时间还有四十秒，其实他吹的不错哎。我觉得他会过关呢，哎呦，有机会，哎呦哎呦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还有三十秒，哎呦哎呦，还一次还可以吹两颗哎，好厉害哦，二十秒，妮妮不要急啊，来，现场同学一起倒数啦，一次不要两颗啦，倒数十秒，九八。七，过关喽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哦！这个游戏太好玩了，而且我们这一次啊，我们很多游戏没有过关的，一定要玩到过关为止，下次还会再出现，好不好？还会再出现。最后一把不用上道具，来，湿的人，好吧，中的直接就来，大家拿水枪，妥中开始，顺时钟来，中的直接喷喽。终极大使，请出密码。终极密码，请让我们用无比的心情迎接这喷水局。不想玩。我们第一个号码。四九，一到四十九。哎呦，二十二。我们再加赛一场好了，不要再加赛，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单元要收看的。好，我们现在说的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哭眼泪会护住，我们容易撞墙的。我们都在，怕什么？全能切头狼要你痛快到底，天堂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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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香的看辣的，惊喜惊喜惊喜，劲爆劲爆劲爆，全能动一通推广清新健康的新生活运动，推出超猛超棒的新单元全能气头狼，带你全身走透透，吃香的喝辣的，玩巧的看爽的，节目内容超级精彩，有令人食指大动的美食，有刺激无比的处罚，有令人叹为观止的奇人异事，有惊险好玩的冒险游戏，全能气头狼让你看得开心笑得过瘾，现在就让全能气头狼闯你到底来气头。还有大家好，还有今天来这个场景不得了，就来坐落于台中一个精华地段。哎，不错，这是一个相当高尚的一个饭店的。是是是，今天来到这边干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全能七头狼来到台中做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要做个架杠的台中的七头狼。是是是，今天呢，我们特别呢把台中几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呢、圣地呢，把它找出来。哎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现在来了几位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。跟我们一起来台中剃头哎，来，直接到右手边，欢迎。哎，双眼皮，双眼皮遮坏的啊，普通看啊，跟这个双眼皮啊，啊啊啊啊，什么真相如何？再来揭晓。来，好嘞，接着这位胡佩莲，耶，好，来我们这边来，哎，来卢云龙，来，啊小帅，啊小帅小帅，你干嘛过去？没礼貌。是做什么幼稚的动作？是，来下一位，好，我们的叫贾狗贾伟文啊，徐乃麟，你死定了！回应有没有？先不要讲话，来选兵选将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那我先选，一定选他啦！我跟你讲啊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不选我一定会后悔。我太了解你了，告诉你，可是没有，你一定会后悔，我告诉你。你为什么每次要跟我抢人呢？哦，你也喜欢卢玉龙？不是不是啊！好了，你们都不要我了，什么态度？好了，快点，随便就选，随便就选啊！你们一定会后悔。不会，反正现在输的惩罚也不是很了不起的。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笨死，又一个对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哎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好不好？一直你们这样。他的能力在宿醉的时候表现最好。你们有看到？你看这个图形，在股票来讲，它就是跌，你知道吗？可怜。好了，哎，我已经瞅我们自己，你就不要再瞅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天我们这个啊，全能七斗狼，来，今天到底进行什么内容呢？请跟我一起看内容啊。哎呦！哎，中午自己买烧就对了啊，会不会吃太好？好饿哦！听说啊，这家海烧在台中相当有名啊。真的吗？你会不会觉得中午吃这样吃太好，下午就流鼻血？哦，啊，那你还是你到门口去吃别的嘞。等我们吃这个。那我们在那等什么呢？就进去了啊！快点！哎呦！现在阵仗都安排好了。哎呦！我们先深呼吸一下。一二三，讲！哎呦！看到没有这场面，这个场面哈，大家好享受一下松柏，好亲切哦。哎呦，嚯，哎，宴屋好宴，会屋好会啊，这下子，我一定要吃早，一定要吃早。哎呦，我好饿哦。哇，
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不对啊，漂亮，只有四个位置。哎，为什么啊？我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个人啊，怎么四个位置？哦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在两队火拼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先玩个游戏才能吃，哪游戏？而且还不是都能吃哦。啊，赢的队伍吃松板牛肉，啊，输的队伍吃黑板冰块。黑啥？黑板冰块。对，菜，好不好？啊，芬兰，不要加那么多，我们就打怪好不好？啊，要死要活，反正就这么回事。来，哎，梅花座，我来看，摁住。上，梅花座，梅花座啊，梅花座，来。进行我们的超级密码，超级马上来看看超级密码的游戏规则。两队同时进行游戏，参赛者依序说出一到三十五个数字中任何一或两组的数字，说出重复的数字即被淘汰，最后存活者的队伍即为今天的胜队。好，最多一次最多两个数字哦。嗯，来，11、27，小乖，16、32。17、31。8、15。12。该我了。啊，还有一个，这个。5跟6。输了。没有用。他最后一关稳输的。输了。害怕。2、20。2、20。2、3、20。4、2、20。8、34。喷我干嘛？大家过了，海哥，黑眼角了，海哥再见。笨死，黑板冰块。啊啊！妈有叫过吗？有。叫过了？不可能。有。重新。加输了再赢。啊啊！好可怕。现在什么都记不得，对不对？叫过了，笨死，猪头啊！靠在我们靠后面。徐董很久没来了，快！该我啊！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9、33。哇，你跟我想和我回去一样。怎样？我先叫，怎样？哎，有料死，有料死，有料死了。我不会。有料死了，多少要死了？7、15。是我叫过，是我叫过，大哥。我们三个到底吃了什么药啊？怎么会？哎，你这样叫中就赢了，你不要叫中就赢了啊！好好叫，好好叫。小乖加油，小乖。小乖厉害，小乖。我有他，我就。那3、4、35。小乖加油！只要记得他就挂了。哎呦，哪个你没有先挂，你还说我笨？你坐后面，你是不是要先挂？我只要叫一个就好，26。还有一个。有。还有一个，有一个，多少两个？一个。没有那回事啦。一个或两个了。可以一个吗？可以一个啊。想不出来。30。哎呦！还很多，板牛排，还很多，带着，对，故意输，小乖加油，19，耶，9，哇，叫了几遍了，就是一招叫的那个，小乖干啥？三牙对牙一个。哎，冰块吃哦，好不好？马上吃吧。哎，我们要吃牛肉了。哎，请热锅了，师傅，快点啦，快点啦！来，再来个大力啊！现在封起来。不要呻吟，好不好？等用到我们最快的10秒钟哦。哦，快点，快一点！哇哇哇！正常啊，正常啊，
红队脸是怎么搞的？哪个？我为我赢了。哪个？不要冷静，因为我很少输啊。哪个你的窝里反呐？谢谢，我真不起。小那么会猜的，小关，十秒钟一下就过去了，不要叫啊！小关，来，来，来，打开一点啊！尽量，好不好？我绝对不会让你，不会让你看到我那种惨痛苦的一面。徐员外，下班往上排的，你看，对，要等一下，先丢这一罐，不要一起来。为什么一个一个？徐员外，加油哦！开始，准备倒数，十九八七。现场所有圆底铁板烧的员工们，掌声鼓励！扬起了如雷的掌声。师兄来了，没有？徐员外，你想太多了。位置在门口，你就坐旁边啦，这是你们的贵宾席，把冰块处理一下啊！哎呦，还有啊！不行了，这一样的酱汁淋在冰块上会不会好吃一点？哎，好香啊！你不要一直在问了好不好？啊，常伟文那个嘴巴一直这样子，哎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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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把这边喝完，我们再来玩一次那个密码，好不好？你看这白酒里面的，是白酒，你哭了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哭了吗？要不要哭？是白酒，是白酒，这是不是香？这是不是香？不借吻，不借吻，不借吻。我要给他去哦。就是要配白酒，哎呦，对不对？一刀大 K 吗？什么？哎，我们开动要讲话。一刀大 K 吗？哎呀，可怜的奶奶队一开始就惨遭滑铁卢，不只要接受激动冰块的酷刑，还要被橙橙队百般的揶揄羞辱。在身心受到如此严重的创伤之后，奶奶队是否能够咬紧牙关，在下一个目的地民俗公园中反败为胜呢？不得了，我们刚才大饭店呢吃过这个牛排之后，现在来到这啊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这是台中的什么公园呢？这个叫民俗公园啊。哎，特别看到了大陆访台民俗特技表演，民俗技艺团。哎，今天呢，我们从大饭店吃完了我们这个啊最好的牛排之后，松板牛排来到这个台中技艺民俗公园了，看到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啊民俗技艺团来带来这个精彩的表演。待会呢，我们在被那惩罚什么考验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看看他的表演。古小姐来，正大，正大，看到没有？四个大汉，五个大汉要齐全哦。哪个小心点？这个杠有200公斤啊！啊，各位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来了，转起来了。200公斤哎！200公斤啊！他顶得真轻松啊！哎呦，还要转啊，还要转！哇，好厉害！哎呦。手跟脚一样，这个我们还真羡慕脚跟手一样。什么脚？你手用手来转看看。
像手跟脚一样。厉害厉害！我们据了解啊，今天我们待会儿的比赛之后呢，跟他们呢配对比赛。嗯，好，我们请他的成员工比赛，比赛完之后处罚就在这缸里。我们待会啊，我们待会要请古小姐呢，输的那队呢，好顶着我们的人啊，瞪着我们人在上面瞪人啊，瞪我们在上面。所以说呢，现在马上进行我们两队的比赛，输的那队呢就接受我们古小姐的瞪人，来，请就位。来，爆笑，连狗都会笑到流眼泪的游戏。天哪！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转过来，快，转过来，快，加够了。哦，好重，他好重啊，他好重。走走走走走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裤子掉裤子掉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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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骗你的，没有。快到快到快到了，快到，加油加油，快加油快快快快，快到了快到了，超惊喜，令人心跳100的处罚，佩林加油，这是真的吗？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哇哇，脚，你手用手来转看看，他们手跟脚一样。厉害厉害！我们待会要请古小姐呢，输的那队呢，好顶着我们的人啊，瞪着我们人在上面瞪人啊，瞪我们在上面。所以说呢，现在马上进行我们两队的比赛，输的那队呢就接受我们古小姐的瞪人，来，请就位。天哪！来。马上看看翻天覆地的游戏规则，每回合每队各派出两人，以头角相反互报的方式前进，计算折返完成的时间总和，最短的队伍便是今天的胜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翻天覆地，来看看我们成人队先来进行的翻天覆地。我们在比时间倒转，时间准备好了，预备，预备，人不能拖地啊！计时开始。要翻了，我们就过来了吗？来，准备时间，准备时间，准备时间，告诉我，准备时间，告诉我，还没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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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再到红色，摸了红线，手摸了红线，摸红线，好，来，29.69秒，好，看一下啊，来，预备，等一下，脚不要动哦，来，预备，计时开始，走。还没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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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起来，加油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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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翻过来，翻过来，翻过来，哎，就对，就同这个方向，对。小加力，小加力，报警，报警，报警，来啊！哎哎哎，拜拜，哎哎哎哎哎，你不能拖的，不能拖的，不行啊啊！来，要摸了红线，摸了红线，来，不要，来，快点，不要，不要啊！来，一脚站起来，一脚怎么站起来？好，来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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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摸到红线，摸到红线，好，45秒，刚才是26.6，加一下，来，把那个刚才成绩加一下，29秒，74.69哈，来，这个陈晨队的秒数是74.69，来。来来队来，好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总成绩之前，再看看我们的红队继续展现他们的表现了。好，来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哦哦，怎么？不要放屁哦，不要边走边放屁哦。越走越放屁，计时，脚顶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脚顶高啊。来，加油！哦，走快点哦，大哥，哦，顺心走。计时开始。哎嘿嘿，哎，好轻松啊，好轻松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好，转过来，快转过来，快，加够了。哦，好重，他好重啊，他好重，他好重，他好
上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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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少？我妈的超级小酒吧，哦，她好重啊！哦，她好重啊！哦，嘉伟怎么那么重啊？有80几公斤，哪个 ？Oh my god！ 哦 ，OK， 来女生组，来，对，小步前进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计时，可以吧？可以了，人家都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够好了，开始，快走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报警报警报警！对对对，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对，漂亮，好，好，好好翻身，翻身，翻身，对，对，来，报警，报警，报警，对，走，走，走，快，走走走走走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裤子掉，裤子掉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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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骗你的，没有，来，快到快到快到了，快到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走快点！快点！好好，走走走，快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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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两步，来，加油！好了，快快快！加油！加油！到了，到了，快！摸摸红心，快快摸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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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。分别是我们的74.69秒对上77.16秒，因此这段曾经的获胜。那输队的惩罚呢？就是我们刚看到的，我们的古国英小姐的动人，动人，动人，动人。吴佩莲怎么样？可以吧？佩莲，这样还能动啊？哎呦，来预备！哎呦，两个人啊，预备，康哥，上面还有一个人呢。来，掌声先鼓励一下，来，哎，不得了，哇，快点，加油！是真的吗？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哇，哇。哎呀，没想到奶奶队依然没有摆脱悲惨的命运，在第二关翻天覆地中依然败北。只见队员个个脸色发青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到底在最后一关中，奶奶队能否返回颜面呢？让我们来为奶哥加油吧！哎呀，哎呦，人难令人期待的事情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是我们这个把大陆的国宝搬到我们这个台湾来了，正宗哈尔滨冰灯展。哎，只有台中有啊，所以我们的台中之旅相当的丰富，绝对不能错过这一站。哎，全部是跟大陆有关的。今天我们刚刚我们是大陆民俗记忆，哎呦，对不对？我们哈尔滨冰雕。所以啊，人家山东算什么？我明在通了。开玩笑，我们通的好厉害。是是是，节目先通了啊。走走，我们到那边看看啊。走，哈尔滨冰雕。哎，走。绝人烟死在的地方，在哪里啊？啊，圣诞老人的巨型的冰梯啊！听说它有一个专有名词，叫做长城楼梯。长城楼梯，长城滑梯。你看这上面有个长城造型，看到没有？长城滑梯，全长呢大概有50公尺。50公尺，来，我们马上要进行的是啊 ，IQ 180，在这儿。对，待会呢，赢的人，哈，两题都答对的话，不用惩罚；错一题的话。哦，是坐着滑下来，嗯，错两题的话是趴着，趴下来，趴下来，趴着坐着下来，好，来，第一位谁？就是我。好，好，请问你，骡啊，骡子怎么样？骡，骡子呢是由公马跟母驴，还是公驴跟母马交配后生下来的？公马或母驴是？是公马跟母驴，还是公驴跟母马？公马跟母，公马跟母驴。5秒钟计时开始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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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对，一定对。给我点时间吧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公马母驴。确定？确定。你不要玩我。公驴跟母马。我只在啊。臭屁股了，还不要读秒？根据统计，最适合在棒球队里面，棒球会打吗？哈，最适合在棒球队里担任第三棒打者的，是属于血型 B 型的还是 O 型的 ？O 型，O 型，O 型血气方刚啊
欧奇都。五秒，来，五，要不要？五十三二一，好了。恭喜，是 B 型哈。滑雪布，滑雪布。第三棒是 B 型。哪个滑雪布 ？B 型比较机车。哦，真的哦。哎，好，来滑雪布。好，高级原装进口，多功能全方位休闲式滑雪布。好来。你在干嘛？这包好哦，这些。你的脸皮还有啊。好，请上去就位。耶！哇塞，好高哎！没的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跑步。快快快！正面向下，预备。要小心哦。开始。怎么样？这个表情比较真实，我们要这个表情。这样，快不快？好好玩哦！好，佩莲，来，那一两题全错的，坐起来。请问，请问，高烧持续不退的时候，用白萝卜或者是蒜头榨汁趁热喝下，可以达到退烧的功效。白萝卜还是蒜头？可以退烧，哪一个？白萝卜。五秒钟计时开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听他的，听听他，听他的。我今天很废。准备，五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发高烧的时候，是要白萝卜还是蒜头才能够达到退烧的功效？但是什么？蒜头厉害，答案是白萝卜。耶！好，答案是白萝卜。这个吗？好，民间传说当中，妈祖的生日是我们刚刚经过妈祖嘛，对不对？妈祖的生日是每年农历的3月23号，还是3月25号？三十二，零三八中三，二十三号，好，五秒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以后不要读了啊。好，我们队员，队员，零三八中三，队员不能够一直在旁边提醒的。这可以啊，你大也可以啊。每个猜别人都一定对。会不会？不会。不会。三二三，好，来，头部向下之后，3月23号没错啊，好，来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？一起来，雪橇板，高级原装进口，多功能全方位休闲式雪橇板，来，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们，我们会，我们都在，他那么多个挡都在，来，快，零下20度C 的超速快感。他做的还好，做的还好。我眼泪会捂住，我们还要去撞墙。我们都在，怕什么？全能气特狼要你痛快到底，曾国城惨遭唾弃。说明我曾国城，去死啊你，去死啊你！罗梅，我是小康。小康，小康万岁！耶，你看人缘多好。罗宾，你是圈内人缘最好，你犯到他不容易。是，怎么会呢？罗梅，我也是啊，罗梅。对呀、啊，谁你是谁啊？惨绝人寰的酷刑，怎么样？啊！安得顶，安得顶，安得顶！哎哎，
上一站，不小心滑掉的。什么？这个不小心滑掉，我真开心。Bingo Bingo， 好戏开锣喽！一题好不好？一题，来，雪橇板，高级原装进口，多功能全方位休闲式雪橇板。来，我们会保护你们。我们会，我们都在。他那么重都挡得掉，来，快。很好玩，很好玩，其实一点都不好玩。好玩的，准备，开始。他是坐的，他坐的还好，坐的还好。哭，眼泪会护住我们，我要去撞墙的。我们都在，怕什么？安全是我。不要坐电梯。你眼泪会凝固，太不开。哎，那不打油啊？不费连的戏啊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除了会主持以外，戏也是演的。真的真的。啊，哎，所以各位观众就知道，开车啊，出车祸撞车是很可怕的。对。哦，哎，你先，好，你为我设计个题目，《封神榜》中，哪吒身上所为的红布叫穿天绫或混天绫，还是徐乃麟？是徐乃麟。穿天绫还是混天绫？快点啦！混天绫，混天绫。混天绫，给我打上去！混天绫，混天绫，给他，给他，行不？丢丢，不敢认，不敢认，不敢认。好，混天绫是，是是是是的，当然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还是好，三分钟，大家跟我来。穿天绫。混天绫哈，哎，我讲穿天绫唔对，对啊，混天绫对，穿天绫唔对，还是混天绫。好好，哎，来做一题，做一题。我跟你讲混天绫。做一题，做一题。就我，不能听从他们，爱死错。民间传说中，曾经热烈追求过妈祖的神明是吕洞宾还是保生大帝？错一题，错两题，或是两题都赢，我决定你们不要一题。杂志评选为二十世纪最性感的女星是玛丽莲梦露，或者是伊丽莎白赫利。这太简单了。伊丽莎白赫利吧。啊，这题因为是老外题，所以不知道。不好意思。伊丽莎赫利啦。我不给你等了。啊，跟太子说的。你要答一题，对不对？来。我不要。什么？伊丽莎白赫利啊。不改啊。我第一个答对。嗯。真的吗？对。好，请问，被视为最名贵、最具疗效的灵芝叫做九节灵芝，还是九散灵芝？九节灵芝。灵芝哪有节啊？灵芝长得跟伞一样。三。灵芝长得跟伞一样。九散灵芝。
你是？你没有买呢，两边都。快问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有点看远远，会来啊，会来啊！来，七号六，七三，九天，九节还是九伞？九节，九节，九节林芝，好，恭喜你答错了，九伞林芝。来一题啊，来一题啊。洗头发跟刷牙哪一样是日常生活里防止衰老最好的方法？洗头发。好，恭喜答错了。刷牙。我就说刷牙。因为刷牙会刺激唾液的腺，大量的唾液会分泌出抗衰老荷尔蒙。好，错了。我们有倒数。没有时间了。里面太冷了。我国职棒史上最接近百胜的现役职棒选手是黄平洋或者是谢长亨？谢长亨，我给你倒数一下，好不好？谢长亨，我跟他一起唱过歌。不要，啊，不要，不要。黄平洋的手受伤，哦，不可能的，韧带牵化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题答案就是黄平洋啊。好，好嘞，来两题看。好，答对一题。各位。我们三十秒没听到。我刚刚两只脚到了，脚差一点点开。有三太子的庇佑，所以今天呢险胜三对比二 ，IQ 一百零的关，我们获胜2-1，总获胜成功，10000块钱，耶！我们没关系，虽败犹荣。好，这个提供给大家中秋二日呢最好的去处的很多景点，希望大家一起来过我们最好的礼拜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谢谢收看的你，谢谢。Bingo！ 好了，又到了这个中奖的单元了 ，Bingo Bingo！ 全民游戏现在呢，准备的纸跟笔，笔纸准备好。待会呢，我们请我们的艺人呢，看看今天呢，谁运气好能够达到今天的10000块钱。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有奖有惩哦，有拿奖金的，也有惩罚的。有人对我们的 Gimme Five 印象很深刻。对，好，那 Wilson，Hello， 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拓中康。大家好。还有我们好久不见的啊，没有到我们上我们节目的新会，还有我们这边的哈，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结婚啊，完成他终身大事，不知道。我觉得他有点可能太忙碌了，真是的啊，真的，他们的感情生活又很融洽，好像不结婚没什么差别。两个为什么能够这个保护措施做这么好？这你待会问一下。是，来欢迎李方文，你好。来，我们下一位，哎呦，今天那个戴个眼镜不一样了。好像这个太空超人了啊！基本上他的造型相当的有型，是我们的九口，大家好。他喜欢收藏有酒的东西啊，有酒的东西是啊，好比说点酒，药酒，酒家女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的 Bingo Bingo， 马上就来介绍我们的 Bingo 妹，来，我们换冰果美少女 ，Bingo 妹，冰果妹，冰果美少女，来，阿曼，我是阿曼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请我的冰果美少女确定一下，我们今天是奖还是惩？是啊，第一奖是奖惩。来，我们来请我们的阿曼来，冰果，请转盘。
完了，太大了。惩罚，惩罚，力气用的太用力了。奖金，奖金，奖金，一万元，奖金，一万块，一万，一万块。惩罚其他人，惩罚其他人，一万块，一万块，一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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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！宾果者接受惩罚，好，没办法了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惩罚是什么，来，请看。今天的被罚者需站在海绵质的大手掌间，由执行者翻开沾反面粉的手掌，令其反弹，打击受罚者。耶！好，那捏面人呢，就来看这个单元了。好，马上来看看我们大家今天的第一个惩罚的宾果是谁？宾果，宾果，请选择。来，破，哎，是啊。好，有没有特殊的号码？今天好像大家是随性哈，就把号码摆上去了。九孔一定摆九，而且摆在看到没有正中间，是是是是，那是正神呐、啊。哎，往通常啊，通常话特别多，然后呢，感觉到今天特别花哨的，经常都会中奖。这个节目有很特别的意思，对，你会不会以为前面可能三个大家都开了号码，开了四五个，你一个都没有，对啊，后来连开六个，后来就对吧，急起直追啊。后来居上，我没有说妥中康啊，妥中康我没有讲你啊，但你是这个遭遇，对不对？不要大话讲太早，来，我们看看我们阿曼，来准备来 ，bingo bingo， 来第一球，哎呦，哎呦，一号，一号，谁开谁倒霉，谁开谁倒霉，哟，没有人摆，没有人摆一号，没有人摆，哎呦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不错哦，好运哦。Bingo Bingo， 第二球。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几号？十二号。十二号，就是两个人。对啊对啊，我要丢我要丢。哎，就你们两个，你们不要笑，我告诉你，后来居上是常有的事。谁开谁倒霉啊？好，来 Bingo Bingo， 第三球。好，有没有？二号，啊，挖个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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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谁倒霉？恭喜两位，奶哥真的不容易啊，自己抽中两球，哎，自己主持还要自己接受处罚，衰死！我告诉你哦，不会的，我的预感非常强烈，应该就是九孔。奶哥，你客气了，宏图大展，你基本上做什么对什么。好来，很好，奶哥一马当先，一路狂飙到底，奶哥一马当先，奶哥一马当先，来 ，bingo bingo， 第四球，请开，十三号，十三，十三，十三呢？漂亮，七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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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十三，七号，十四号，十四，十四号，狐狸哥，哎呦，都没有哎，都没有哎，是哦，来 ，bingo bingo， 第五球，第五球，来，十三号，十三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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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七号，七号，七号，八号，七号，十三，七号，五号，再过来，哇，你下来，你还不是有？我又选五号吗？有，你卖过 gay 啊哈？来 ，bingo bingo。第五球，来十三号，十三号，十三号，几号？几号？九号，九号，九孔，你看看，你的幸运数字，九孔都你啦！我告诉你，一定是你不相信，会不会是六号啊？你看错了，不可能，我们下面有个横杠，六号哦，啊，六号，要玩弄我们啊？吓我一跳，六号到底是不是九号？六号，六号。六号来，十六号 ，bingo bingo， 第六球，哎，十三号，十三号，十三号跳上，十三号，七号，十三号，哦，跳跳跳跳，来，十一号，十一号，啊，九九，好，九孔，九孔，九孔三球吧，对不对？左中刚一马当先，左中刚一马当先，错一马当先，来 ，bingo bingo， 第七球，七号，七号，来，十号，十三号，七号，十号，十号，十三号，九号，九号，九号，十号，十号，九号，四号，四号，不是我。曾国成，曾国成，你也会有今天的。曾国成三球了哈，好，下三球的有曾国成、妥中康、bingo bingo， 第八球，八球，十号、十三号、九号、九号、九号、十三号、九号、十三号、八号，耶！曾国成，你先，曾国成，曾国成，曾国成四球，曾国成四球。哎，奶哥，你高兴什么？你有八号啊？真的吗？对啊，奶哥你有八号哎。哎呦，我现在大家都三球了。哎，陈陈四球，陈陈四球啊！我新闻才两球厉害啊，九跟十三，三七九，三七九，来，三 ，bingo bingo， 第九球，三七三七，九号九号九号，三七十三，七号七号，耶！七号，来哥，来
九口，不会吧？哦，都四球，都四球。对啊，你们俩运气好啊！哇，还有晨晨，都四球啊！再开个三号，你们两个听牌。开个九号，开个三号。九号两个听牌，九号两个听牌。来，冰狗，冰狗，第十球，三号，三号，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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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号，十三号，九号，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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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美，我是小康。小康，小康万岁！耶，看人缘多好。罗美，你是圈内人缘最好，你犯到他不容易，真的。怎么会？我也是啊，罗美。Bingo Bingo， 好戏开锣！众望所归啊！哇，来，现在就是我们call out哈，来，曾国城例行call，例行例行，你比较会call，我不像朋友了，你朋友比较多，好不好？打给那个鱼，那个鱼浩然，好不好？鱼浩然，你不熟，我带鱼天可以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来，我现在打给孙鹏嘛。孙鹏，孙鹏，孙鹏鹏，报个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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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错。报给我，干嘛报十号啊？你神经病、啊！哎，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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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鹏鹏，喂，孙鹏，哎，是哪位？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谁呀、啊？鹏鹏，我是曾国城。什么？我是曾公国城。曾国城，听到吗？有，我听到。听到。哎，孙鹏，我是哪个啊？哎、欸，奶哥，哎、欸，对不起哦，就没有上过我们节目，我们就很冒昧的 call out 给你啊。哦，这样子、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目前是全能众一通这个Bingo Bingo 的游戏，要请你呢，来选个号码。哎，孙鹏，我给你一个提示，好不好？啊、我是不能提示，我是我总要认识一下嘛。孙鹏，我是小康，孙鹏，我是九孔，我是九孔。啊，是那个，我是新会。新会。鹏鹏，我是小康，鹏鹏。小康。孙鹏，我是九孔，够了。好好。现在大家你都认识了吧？都认识。那现在我们准备要报号码了，来哦，我们现在听牌的还有四个号码，请你选一个。啊，三号，九号。十号、十五号，这四个号码，你开帮我们开一个号码。直觉。三九十十五，请选一个号码。几号？九号。我就知道，什么？不就是我？曾国城，曾国城，曾国城，曾国城。没有，我最了解孙鹏，他一定选九号。孙鹏，你这样就漂亮了，孙鹏，漂亮漂亮。孙鹏，准。孙鹏太厉害了，孙鹏干的，一枪就毙命了，曾国城就毙命了。我就知道他选九号。我们在冰狗是接受惩罚。好，孙鹏，我们有空再聊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孙鹏，鹏鹏再见，鹏鹏。好，拜拜。来，我们曾国城啊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。来 ，Give me five， 请就位。哎，可怜呐，曾大哥，报应。每个礼拜都看你站在的位置啊，这是报应。我们马上啊要惩罚，一人一次，一人一次吗？那现在有新的玩法，现在玩法听说这样的话会更过瘾。先试几次，示范示范一下，我们看看。这样子你好，他这样哦，如果说这样帮忙送的话哈，他会速度更快。哦，这样子哦，知道吗？追求速度的人要慢慢放哦，他就不好玩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要放哪个？这样子放的话，他就不好玩，要有一点动力。这样子的，他就对。对，要怎么样？这样这样子，好棒气哦，对。怎么？哦，安尼丢，安尼丢，安尼丢！哇靠！看到没有？曾国城，你真的很适合当艺妓，我不骗你。对呀，啊，每一次看你都艺妓脸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九孔，你也太狠了吧你！啊，怎么样？真是。
太多了，有点淹死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知道晚上洗澡都还有痱子粉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那夏天都不用擦了。对啊，很香啊，不会长痱子。好好，加油了哈！来，一二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有没有听过被那个痱子粉淹死？会被呛伤啊？那狗洗完澡都要擦点痱子粉啊，它就会这样甩。哇，太多了啦！啊，不要再放，不加不加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晨晨，我跟你没仇哈，没关系。我们认识很久了。对对对，我知道。抓好。哎，这失手啊！失手啊！失手啊！不算不算，晨晨不算不算，不小心滑掉的。这不小心滑掉，还没有开始哎！这不小心滑掉的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小心滑掉，我也没有准备好啊！我还没有弯腰哎。小康，来，快来！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样？他这都是侧这边，你应该侧这边，这样子均匀了，整个人就白的。好，来来，一二，你看，这均匀好看多了，太美了，你看到没？我怎么会有无限的快感？好奇怪哦！这道具设计的真好，太棒！等一下不要中这个道具，我们已经申请专利了，很有感觉的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模仿这个道具，要不然我会告你。对，很有感觉。来来，新会，新会，我还没有摸到，结束了，你们想玩吗？好，来，我们来下一题，看看是奖金还是惩罚。来，惩罚，一定惩罚。我们曾国城呢，首先为各位示范怎么样玩 Give Me Five 啊。我曾国城，我讲真的，你真的很帅，尤其呢那个叫桃花眼，你看看。对呀，对呀。那个你看眼，你看你导播给他那个特写，哇！你看他眼睛，你看看，他就很清楚，那个纹路就出来了，好像国剧的脸谱哦。哎，完全没有，这是天然的。对呀，粉打下去他都没有磨过。对呀，这人工的吗？不是，啊，我说很天然。上次我参加这个单元，对，这次太严重。上次已经回去，我妈问我你找哪位了，我妈妈已经看不出来这位是谁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种不够干净。是是是，找哪位？她才认出来是我，她是她儿子。多好，对不对？你妈多一个儿子啊！啊，今天更白，打得更肿。回去她说这位灵界的朋友到我家来找我外婆。那晚上要不要到阳明山第一公墓去？会死得更惨。里面那很多女的。鬼啊！咚咚咚咚咚。真的是精坏，精坏，来。我们现在马上看看我们这个第二项是惩罚还是奖金啊？来 ，bingo bingo， 惩罚其他人。来，请转盘，一万块，一万，一万，一万，惩罚其他人，一万块，没有别的选择，一万块，是啊，一万块 ，yes， 冰国者惩罚其他人，哇塞。你这个冰国就爽了，那我这样非冰国不可了。这个对，陈国成你要干嘛？有一首歌《男性的红袖》。好，来，马上来看看我们这个一个人 bingo 惩罚其他人是什么样的道具呢？来，请看。今天的受罚者需坐于气球以上，让执行者点燃引线，使超大气球在受罚者的头上猛烈爆开，保证要受罚者吓破胆。哎呦！哇，恐怖啊！那么大的一个气球，有没有看过《Mission Impossible》？看过啊，他就一条引线，一直烧，一直烧，一直烧。对，现在赢的人呢，中冰果的呢，就可以点引线，然后呢，这个引线呢，挨不知道是哪一个人顺序，哦，先的就先爆了，所以他不知道从哪里烧起哦。你们懂吗？气球引爆时间有长有短 ，OK？ 刚才 give me five， 现在 give me 爆。我懂，因为我刚待会要点嘛，我会很清楚的，就是排列出来，好吧？我你第一个，怎么幻想症又来了呢？怎么了他？是谁让你提早出院的？最近都没有上电视，你没有看到？你脑子清楚一点，对不对？蚊子练到一阵子啊，对啊，蚊子练到会讲话。来，到底谁会 bingo 呢？来 ，bingo bingo， 请选择。哦哦，好好选哦。好，冰果者惩罚其他人，好极了。还有没有特殊的号码？几乎都有人选哦。哦，从一到十五好像没有 lose 掉哈。来，准备看看谁会中。来 ，bingo bingo， 第一球。开球。哎，九号，一号，九号，七号，一号，十一号，十一号，耶 ！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只有我十一号，十一号宝贝，我不是人啊！啊，哎，
你是家属 ，OK？ 男性的红袖，没有，你不知道，每次跑得最快的，到最后都不会中。对呀、啊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。11号，好来，两匹马，来，比狗，第二球，一个九，七号，来九号，九号，七号，九号，十号，七号，七号，七号。哇，哦，张国祥，张国祥，七号，男性的红袖。哇塞，哎，曾国成，如果说被你点到的话，这次如果说你中 bingo 的话，被你点到，你一定很爽哦。哦，回家睡觉都会笑。你们俩是刚好有串通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牌子已经先写好了。哇塞，都不一样啊。你们待会会一起走？一起走？不会，不会，一起睡有可能。一起睡睡平安，我告诉你。不要转了，不要转，你的个性不可能睡睡平安的，一定不平安啊。bingo 第三球，来来九号，三号有没有？九号、三号、十号、十五号、十五号，快吗？看到没有？快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哎哎，后来局长，后来局长，一马当先，一马当先，后来后来局长，我也有了，我死定了，到一个球都没有，你死定了。管我，还没有结束，你知道？后来局长没听过吗？来 bingo 第四球，来九，来九号，一号一号，哎，九号九号九号。十四号，十四号五块五块五，哎，张国祥，张国祥你个五啊，哦，男性的红袖，哦哟，哎，你现在好像比较拽哈，第一个死得很惨的都比较拽哈，下面，哎，大公伟啊，哎，下面，下面，三号，归三号，第五球，十号，哎哎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九号，九号，九号，十三。十三号，太好了，十三号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汪龙博跟你搭不？好，现在就曾国人三球。你有意思哦，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开，开了两号之后，你停止发育到现在，你发现你的个子跟你现在整个实际的是成正比，一样的，一样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再休息一阵子，好不好？来，曾国人从此开始休息了。bingo 第六球，再开一球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哎。哇，十号，大家都没了，哎呦哎呦，来，花艺了花艺了，来 ，bingo 第七球，来开球，来再开一个，九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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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号八号九号四号，我告诉你们，五块五块五，四号哦，李邦文，干嘛？大刀开成只开一号，你知道什么叫妇女保障名额吗？温掉耶，温掉死，温掉 ，bingo。第八球，二号，五号，五号，五号，三号，六号，一号，一号，二号，哇塞 ，yes， 我告诉你，二号，好玩，来，没关系，到底鹿死谁多？十号，这个第九球，十号，三号，三号，男性的红袖。你混贱！没有流血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三号，你来不及了啦！你是妇女保障兵，来不及。现在就曾国成九孔啊，开四球啊，两个有机会啊。bingo， 第十球，九号，九号，五号，五号，七号，九号，五号，六号，八号。对不起了，就是我了。哎，他莫名其妙，哎呦，哎，还没有发育，你只有听牌，只有听牌，只有听牌哦。你还没有赢哦，你只有听牌哦，打给谁？我打给李罗。谁呀？干？陈昭荣。啊？喂？喂？昭荣啊？嘿，我们是综艺全能综艺通。我们在玩冰果。他是徐奶奶。哦，奶哥。哎，我是郭富城。你好恶心哦。是郭富城吗？郭富城开车的啦，帮郭富城开车的啦。哦，来，我们现在呢有个bingo的游戏，有几个号码，请选择四个，一二五个号码哈。一号，一号，五号，五号，六号，六号，九号，九号，十号，拜托你，一五六九十，一五六九十啊，对，选一个号码，请猜对，请猜对，加油，讲话，六号 ，yes， 六号，哎，你果然是老天爷，你有没有长眼啊？为什么叫陈昭荣开六啊？我很后悔打给你，哎，叫你打给我跟你讲，你猜一号我就中了，你知道我就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处罚其他的人。
哦，真的、啊，你被处罚、欸。没关系，你还有机会。陈兆龙，对不起哈。啊。王嫂，你开杠开掉呗。开掉。不要玩他了，开掉。你对一个电话在咆哮什么？他是我们一位好朋友。对。陈兆龙，辛苦你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哈。还在拍戏嘛？是不是？对对好，慢慢拍。OK， 拜。OK， 拜。好，拜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这过程。又拜 ，Good，Go，Go。你在送我。啊，不能啊！你还是有听牌的资格。你还是有听牌，他真的吗？等一下，人家叫到一号，你还是中啊？哦，你知道吗？机会啊！对，该郑国成打电话来。我，李罗，李罗是他的人，对不对？嗯。李罗是李方文的人。不用，把他用掉，快点。请慢用，好，我把用掉。接电话会不会其他的女生接的？喂，李罗。Hello， 你是传说中的李罗吗？我是传说中李罗，你是谁？我是典型的曾国成。哎呦，曾曾啊，怎么样？他是啊，即将啊做鬼的曾国成。你看，你没有看到他，已经做鬼了。我是新慧。啊，新慧。新慧，不要急着自我介绍。嗯。你老婆李芳文现在在我手上。在你手上？哦，那危险了，李罗，赶快跳出来，要不然以曾国成的个性，他绝对放不过他的。李先生，你放心好，危险的是曾曾啊。他说：“危险的是你啊！”他接不下去了。看到没有，碰到狠角色了吧？我知道，我知道李方文是专门修理果汁机的。注意喽！哎，我现在请你帮个忙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要冰果喽。哎，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不用自我介绍。蚊子，关你什么事？蚊子，李罗，我是九孔。李罗，我是小康。李罗，哎。嗨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大家一起围着这电话泡个茶聊聊天嘛，来来来。我听牌，你们聊什么？哎，李罗。哎，好，你还在吗？在啊，在。李罗，我跟你讲，你千万不能叫到他的号码，叫到他号码，我们大家都惨了，包括你老婆在里面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李方文是妇女保障名额，他死定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郑国成，你这个号码，我给你打包票，绝对不会中。如果中的话，你两次。我两次没问题。好，你两次啊，绝对没问题。李罗，哎，还在吗？对啊，现在有四个号码哈。哎，你语气都是平的哦。我是平的，不要强调哦。不能任何强调哦。我的语气绝对是平的。啊，强调就扁了。以下有四个号码：一号、五号、九号。不平，不平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很平，不平。我九号，我来报。你这个，李罗。哎，注意听我的哈，不要听他了。一号，五号，九号，十号，这四个号码你选一个。选一个啊？对，选一个号码。你最喜欢的。一五九十。九号。耶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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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竟然单给我四个站前面来了。有九孔听牌哎。哎，一样的。九孔听牌。听牌了。哇。九孔下听，那如果那我中话怎么办呢？你中陈也中啊，你中你先中啊，因为你是该你中啊，他已经叫过机会了。哎，到底牌什么事啊？我们回去再聊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拜。好了好了，好拜拜。哇，接下来一定要中五号哦。我这样。现在叫中五号的话，大家都听牌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千万不要，直接十号就好了嘛。一定要中五号，大家听牌。直接十号就好了。来，九孔来。好，那我们要打给谁？把你们都随便点的朋友嘛，对不对？马姐。马斯利啊。马斯利叫我。只有开五号可以。五号了，五号我就有救了。妈妈妈妈，喂，马妈妈你好，喂，我是九孔啦，马姐，神经病啊你，对，叫老马斯利，我们在录影哈，中一通了哈，录影，对对对，马姐我们现在要猜号码咯，哦，猜什么号码？好不好？我们有三个号码，你要选出一个，我们听牌了，三个听牌哦，好，选出一个，一个就好了，你一定要选出来哦，三选一，三选一哈，来来，要平嘛，对不对？一号、五号、十号，好棒啊！这样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？马斯利，一五十，帮我们开一个号码，五号。耶！我跟你们比我都很久了。妈妈妈，妈妈妈，你怎么会选那个号码？好可怕，好可怕 ！Oh my god！ 五号吗？你选错号码了。康，我们两个号码一样啊，一一十。马斯利，李方文跟头痛刚，你才不行啊！好，来，谢谢马斯利啊，马斯利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有空来上我们节目玩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马斯利，拜拜。哎呦，哦，换你了，好棒哦！现在我们四个人听牌，只有听一号跟十号。你一个人一号，我们三个十号。罗碧玲啊，
好，我们看会不会罗宾林跟我们心有灵犀一次，好不好？不太可能了，我觉得他会选一号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他会选十号。喂。喂。罗梅。喂。罗梅。哪位？晚上要不要打牌？啊？晚上要不要打牌？不行。干嘛？明天就要早起。我们打早一点吧。你在忙什么嘛？你谁啊？我没有挣过钱。你去死啊你！哎，很好的问候语哦。这四人中到底谁会先冰果呢？答案广告后马上揭晓。现在我们四个人听牌，只有听一号跟十号。你一个人一号，我们三个十号。罗碧玲啊。好，我们看会不会罗宾林跟我们心有灵犀一次，好不好？不太可能了，我觉得他会选一号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觉得他会选十号。喂，罗梅。喂，罗梅。哪位？晚上要不要打牌？啊？晚上要不要打牌？不行。干嘛？明天就要早起。我们打早一点吧。你在忙什么嘛？你谁啊？我挣到钱。你去死啊你！笨蛋。哎，很好的问候语哦。罗美、啊，我不要跟这个人讲话。不要跟这个烂人讲话。为什么？罗碧玲，我是徐乃麟。嘿嘿嘿。哎，不好意思哈，我可以跟你讲话吗？你可以。真的哈，罗美美，我是九孔，我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哎呦，罗美不要这样嘛。哎，罗美，我是小康。小康，小康万岁！耶，你看人缘多好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曾国城，哎，啊，好怪怪的。罗碧玲是圈内人缘最好，你犯到他不容易。真的？怎么会呢？罗美，我也是啊，罗美。对呀、啊，你谁？你是谁啊？你什么人？罗美，我跟你讲，罗美，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号码。曾国城呢，是一开始听牌听到现在没有胡到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惩罚所有的人。恶有恶报，恶有恶报哈。垃圾。现在我们只有两个号码，好，你来帮我们开一个。你开到其中一个呢，是一个人中；开到其中一个是三个人中。哦。所以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。我们三个男同一个号码了。好。现在是两号码，你帮我们开一下哈，一个是一号，一个是十号，一号跟十号。一号跟十号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以德报怨的话，好，谢谢。曾国城，你们对我这么，你对我们这么坏，我可能还是会开你的号码哦，因为我觉得三个人比较重要，一个人叫他去死好了。什么话？哎，到底开哪一个啊？啊，一号了，一号了，管他的。Yeah! 为什么要跟你们同一组？太好玩了！我现在后悔，我为什么要选十号了？哎呀，你刚刚讲的一嘴漂亮的话，你就是因为曾国城跟我们一挂，你就害我们是吧？没有，他以为十全十美。哎，我以为罗美，我以为你会选十号。很少有人被炸得这么爽。我们都以为你会选十号，炸得太好，兴奋半天，到最后还是要被炸。谁中了？谁中了嘛？我们三个男的中了啦，心会中了，然后我们另外五个都要被他惩罚。罗美干得好，罗美干得好，一炮三响啊！对，就是要这样。罗梅，谢谢你选一号，我太高兴了。罗梅，谢谢啊。好。好，谢谢罗梅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你看，从头到尾兴奋到最后，后来就没有很兴奋了。没有了吗？我后来第二次没有胡，我就没。这都是命。对呀、啊。我小弟带衰呢，你。我蛮小弟带衰呢。来，我们今天呢，新会一个人惩罚五个人，来，请准备。哎呦喂呀、啊！Mission Impossible， 请准备。啊！李茂文。哦哦。起来的还真可怕，好大声哦！啊，结果点的人最倒霉。你干嘛哭啊？你小时候没放过鞭炮吗？他怕气球，恐怖，你知道吗？他连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冰果冰果呢啊，大家玩得相当尽兴啊，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特来宾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进来的全能综艺头 Power。